大家好，这是网狗。暗网是我们平常一般人没有办法触及的领域，我们必须要透过特殊的加密浏览器才能登录，比如说洋葱里面呢有非常多满足人性黑暗面的内容，甚至是有提供人们犯罪的渠道。不过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去试试看，只是好奇的人呢可以去看我之前那一部十美元可以在暗网买到什么东西。而我今天呢是从网路上面收集了一些暗网流出来的猎奇影片，准备带大家一起观赏。我是不会放那种血腥暴力等等，毕竟看了也会让人有不好的感受，比较多是关于猎奇，尽量不会有 jump scare， 如果有我也会把它抹掉，可以接受的人呢再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完之后再告诉我是什么感觉。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部呢是这个 son.avi， 它的里面的简介打着这一串 对，我们刚刚看到那种影片呢，大家不觉得应该有某种形容词可以形容它吗？就比如说像怪盒、梦盒诸如此类的这种超现实主义美学，给人家制造一种猎奇啊、恐慌、似曾相似的感受。知道的人呢，也欢迎在下面跟我留言。对，你们的留言呢，我全部都会看。那像我上一次拍暗网，就有人在留言下面告诉我，其实上暗网我们还是得注意好自己的安全。所以我这一次上暗网呢，有特别使用了 VPN。对，好像不断的重复打脸自己之后，又再打脸自己。是不是要把我的视讯镜头遮起来？登暗网一定要把镜头盖起来，不然会被发现你家在哪。好啊，其实不用啦，万一我们还是做下保护措施比较好。而我选择的这款 VPN 呢，它跟其他 VPN 不同，是它主打连线快速以及拥有反骇客的智能 AI。 对我这种要上暗网的人来说，选择这个小地球仪 VPN 是再好不过的，因为这两点都恰好是我所需要的。不过虽然小地球仪 VPN 呢，它需要购买才能够使用，不过我不认为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需要高效的网速或是更高的隐秘性的话，还是可以花点小钱去选择比较好的程式。对，那这个小地球仪 VPN 的连结呢，我放在下面的简介，然后通过下面的连结下载呢，可以获得6天60GB 的免费流量。有兴趣的人就去看一看吧。OK， 那接下来介绍我们这个第二部 STOP。好，我输了，来帮我们开始播放这个 STOP。
又是一个我认为很前卫的风格，可以说它是一种怪诞的艺术吧。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三名呢，是我们的 Transfiguration。 这部片呢算是让各位喘息一下，因为前面的那两部片呢作者他制作的原因都不明白，但是这个第三部呢它是非常的像暗网影片没错，不过呢它是现代有名的一个艺术家 Olivia 做出来的一个作品。他这个作品呢想要表达的是说，是因为他好奇说人们呢多少的认知认为自己活着是一件正常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好，停止停止 ，OK， 那我们就看到这边，因为我认为虽然这些东西只是黏土，可是它已经有让18岁以下的小孩心里面产生恐惧了。有兴趣的人呢，我也会把这个影片的网址放在下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完整版，有十几分钟。第四部呢是我们的01101101101101什么二进位法构成的一个标题。这个声音也有点不舒服。这一部呢也不太了解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跟前两部比起来呢，我认为前两部的艺术成分对我来说是比较高的，这一部我感觉也有它的意涵，跟二进位法有关，聪明的人呢可以去解解看。然后下一部是这个 Look。
猪、眼睛、男人、军人、小孩、阿伯、蟑螂、猴子、细胞，看到有这十个以上的东西在那边不停的交换播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觉得这个跟前两部是比较像那一类风格的感觉。然后下一部呢，怎么我档名都没有。大家，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刚刚看到一分钟左右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不晓得是心理作用还是因为那个画面太晃了，让我有点晕晕的。我觉得这个换脸比上一个做的还要好，而且它可以让我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不想再看第二次了。然后下一部呢是我们的猫，然后它的简介是 也是一个不知道表达什么。下一步是我们的这个人肉汤，相信大家应该有一点点的印象，我等一下再解释，你们先看影片。接着还有这个人肉汤二，可能有的人看这样子呢，就会想起了什么。不知道的人呢，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大家还记得吗？数年前呢，非常流行的暗网流出来的影片，是这两个戴头套的罪犯要这个被害者喝下这一碗由他的妻子跟儿女做的人肉汤。然后我们刚刚看那两段影片，就是续集他们有绑了不同的人。这一系列的人肉汤呢，当时造成了很多的回响，大家都想说，哇，暗网的犯罪真的好可怕。但是之后呢，这个就有作者自己跳出来说，其实他是这个人肉汤影片的
作者就是一个叫做雷蒙德的人，他是一个动画师以及配音师，据说呢他有当过辛普森家庭的导演。那他出来说呢，他做这个动画其实呢是想要表达这个疏远跟抑制的这两种情绪供大家娱乐。那今天就带大家看了好多部这样子暗网影片，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部呢？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第一部跟第二部，比较可以带给我一种想象空间。对，除了拿那个锯子要锯一个人形之外了。 OK， 那我们今天 YouTube 影片就到这了。对，那我过几天呢就要去富士山的自杀森林住一天，然后拍影片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自己也不知道，好期待哦。除了自杀森林之外，我也好想要去富士山吃烧肉。好， OK， 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图片的话可以帮我订阅、分享、喜欢。谢谢大家，我是王狗，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